五天早上，雅桑溪对面直接上青。小平台晒个太阳，继续上切。继续抖上，还剩100左右要抖上。唉，现在刚海拔1650，现在再上100。左右就比较平缓，就在棱线上上下下。第一根，恭喜！只有我还没发，喂，超大只哎、欸！哦，超大只哎、欸！哇，天哪！嗯、我去测光这张拍好了，这个有得中哦。有得中哦。爬升到海拔1000之后，路线变得比较不明，这边需要横渡再下切。抓好！你先坐好，然后你的登山杖痕会断掉哦。对，登山杖先插好。你的另外一只登山杖也先起来。不然你就干脆直接坐在地上，你坐得下去吗？应该会停吧。可是重点是，因为你包包卡到，你绳子要拉好哦。好，你就拉着外侧慢慢过来。手要拉好。拉到最前面再放。吓死！站稳哦！继续往前抓树枝，往前抓树枝啊！那如果就是直的，就是意大利半口。阿美，你要不要先回来？你要不要回来这里？那边感觉不好睡啊。好，刚从那边这样切下来，来到这边，这段崩掉了。好，准备要上切。九月在海拔1500的地方爬升，可以说是相当热。下切塔达分析的路并没有很明显，我们在一处松针路上要横渡，茂密的植被与倒塌的巨木掩盖了残存的路基，这就足以让我们折腾许久，试图上切一点或下切一点，找地方过去。哥哥是吃足了苦头，前面有一根超刺的，还把它弄掉。我们要从这边绕绕过去，只是路基没什么，然后也都蛮难走的，大概像这样。10:17。终于接回来，看起来稍属正常一点的路了。看，刚刚在那边乱转 ，Kiki 的钢被掉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没有扣子掉了？绑在那个绳子。哦，你绑着哦。对，就是我平常都是绑在一个绳上。嗯。刚刚应该是树枝勾到。嗯。松开。这边也很难。
感觉要往上。哦，崩溃！这段路也蛮，路径也蛮不明，也不好走。10:38，好，我们过了刚刚那一段，准备下切到塔达分析。但今天不是扎那边，还要再继续往后推。好，走吧。耶、yeah, ，扎营喽！下切下来，到了塔达分析。哇靠，前面是一个落差的小瀑布。很美呢，那边很美。天气超好，好，我们要过溪了，脱鞋子。好爽哦！我们在什么溪？那个塔达芬。塔达芬溪。天气超热，他刚刚已经去，整个人泡完水了。爽完了。现在换我们。是什么？那个哈密罗啦，很好吃的。天气热，吃的超爽，好爽，真的。该看戏。好的，吃完我们等一下去泡澡了。12:22，出发前往。大分山屋，开始要上去喽。我们在拉库拉因溪的支流塔达分析休息片刻之后，就要开始爬升了。继续往南，接上日巴通关古道的土格住宅所，再往大分山屋过去。整条溪很美哎。上去啊！现在海拔14,500，等一下我们要上到1600，所以大概上150，然后坐在冷线上面上上下下，可能上下50、100。哦，超热，完全没风，搞啥？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刚刚有一点打雷了，今天很早，12:00多就打雷了，头硬啊！他只会走这种路，传统斗上路。不走，不是，是他看看走的才要走，抖的才要走。太平没感觉，这样专挑抖的走。走上来到土格住宅所，哦，这边有一块营地，有一些生活过的痕迹。土格封闭，土格封闭。大分山屋5.3K， 我们要往那边走。然后这边是写什么托马斯。然后土格住宅所是我们刚刚来的地方。
拉库拉因西南北岸是布农族的聚落与耕地，只要稍微平和的坡地都可以发现夹屋或是猎寮的遗迹。这条在日治时期为了里番而辟建成为八通关越岭古道，为了供炮车以及补给车的移动，多沿着等高线缓升或缓降来修筑。这条是继合欢越岭古道、能高越岭古道后第三条由日本殖民政府完成的三地横贯道路。在1921年又设置华巴诺的炮台，将日俄战争所取得的战利品大炮搬到山上，用以来镇压大分部落。在1930年代，这条成为华东地区攀登玉山的路线，一共设置了40个住宅所，主线平均每4到5公里就有一个住宅所，例如嘉兴、黄麻、克西帕南、瓦拉米、多土滚、石洞、鲍癌、多美丽、大分、土格、伊西拉、托马斯、米亚桑。在2000年，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在住宅所的原址附近新建了大分山屋，才让山友们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我们等一下前面到土格崩壁，这边低绕，也不会有人经过吗？蛮多布条指示的。切很低，过完土格崩壁之后，后面会接到一个小溪流，这里可以补个水，说不定里面的水超好喝。好喝吗？还行。啊，陡上一大段，超热，完全没有风。现在海拔1520，等一下就是要沿着等高线，没有那么剧烈的上坡了。上上下下，缓上缓下这样子，超热，崩溃。夏天的季节，再爬1000多的山，真的太热了。刚狂喝水，哇，吹点风。你们都喝水啊？要喝。你看我的。二头，哇塞，到我的脖子，哇，我们接回那个土格崩壁低绕的地方了。哎，真的上超多，超累，超累，走，哦，走吧。哦，看这个宽敞的道路，这个才叫做爬山。没有，这。好舒服哦，天，平平的，好走多了，赞。这边是那个日八通关的道路，路况还非常的好，有这一段啦。刚刚那个土格崩壁就崩掉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低绕，这样子靠上来。如果它没有崩掉，可能可以省个1个小时哦。状况还蛮好的，有人在维护旁边那个。
是拉古拉住在所，已经不见了啦，在这边。好，我们离大分沙屋1.7K，继续加油，梯非常好走的，太美了。下去了哦，就这样一池。香啊！哦，这个水真的是干净，这几天来。哇，想下哎，我天哪！哇，休息10分钟，不够，这一拖就是半小时都可以了，都可以。一拖就是半小时，我看你们。哇，现在我看一下，3:15，我们到大分沙屋了，耶！最后这段太好走了，就赶了很多路，因为现在已经开始飘雨了。哦，谢谢老天爷啊，在我们到达之后才开始下雨。红色的沙屋，走去前面看，开心。这一趟睡的第二个山屋，哦，好酷哦！站站站，先去躲雨。看一下，现在直接超暴雨，这几天都这样。哎，大雨！太扯了，很冷，先进去休息。好冷啊，不会冷。哦，这样。今天也因为很早就下雨的缘故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周围探望住宅所或是以前的枪械弹药库。很可惜，每到一处总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去看看的，但碍于时间天气的因素之下得被迫放掉，希望有一天还能再回来看看。好，我要来煮饭了，今天一样吃白饭，等一下喝蔬菜汤，然后咸猪肉，今天可以吃多一点，它那边有点恶心，然后今天把这个意大利的酱给吃掉，两大把。今天是第五天嘛，6、7还有两个，这样吧，再吃一点。今天好像是。不要讲我坏话哦。这个是着啊，我反正就打，就是这个打算啊。嗨大家，现在外面下雨，全部人在阳台煮饭，然后 Ryan 说，你看甘蔗是怎么煮啊，妈根本看不到，傻眼，有够好笑，超白痴。哎，你看得到吗？我看得到啊，看得到。是说我有点水吗？你现在已经第五天了，你还有一堆菜，玉米笋跟菜，嘿嘿，当然新鲜的。那锅那锅，他说吃火锅、哦，舒服啦，超开心的。Outside my window, I hear the screen door squeak.
哎，我被叮了啦，是不是？太心机了，不踩它。然后看着这个风景，就感觉晚安。晚安，6:51，擦了护唇膏，所以嘴巴很油，不是没擦嘴巴，不是，是擦了护唇膏。准备睡觉，今天睡三屋，只有我们五个人。再晚安。长路 ，damn， 好吃哦，可爱可爱，又装了3公升的水，好重啊，每天都好重。这一趟呢，我们什么都看到了，山猪、水鹿还有熊，就在我们刚刚离华巴诺登山口往。